辞藻的母亲河，横穿千年古镇。它为陶瓷生产提供水源，为陶瓷远销海外助力。它灌溉了两岸田野，滋养子孙后代，孕育人文昌盛。老闽南宝藏晋江第二季，梦回宋元，让我们溯梅溪而上，探访它在宋元海洋商贸中的作用。晋江磁灶镇苏安村西边公园，白鹭在水面栖息，居民在桥上漫步，勾勒出一幅乡村慢生活的惬意画卷。倚栏眺望，一望无际的水波，正是承载着磁灶千年历史的梅溪。吴培文是土生土长的磁灶人，常年行走于磁灶各地，探访文化古迹，曾发表过多篇关于磁灶的文章。我身旁的这条溪叫梅溪，它是九溪的支流，它发源于拉安的大旗山、彭溪，然后流经官桥到了磁灶，它西东走向，这条溪经过了磁灶、岭畔还有下灶等八个村。关于梅溪名称的由来，有着一段美丽的传说。在岭畔大桥旁的一块石碑，我们就找到了这段记载。我们从石碑上依稀可以看到，记载着清同治三年同月重修的这个记载，这个重修下板桥路并苏安塔记，记载的是梅溪的来由。拉安有一个叫梅花岭，离这里有十公里左右。由于梅花岭的山高，那个树木旺盛，所谓梅花从梅花岭流走下来的时候，这条梅溪整条溪上都有很多的这个梅花，这个梅溪的由来是这样来的。梅溪横穿磁灶千年古镇，当地人把它称为母亲河。从宋代开始，磁灶先民就沿梅溪设扎筑碑，蓄水灌溉两岸的田野。这边是我们坝头村西头这边哦，有一个民生亭。它这个民生亭的作用哦，当时是为了纪念在我们当地有个县令姓钱名扁的重修青阳碑，它这个重修完以后，后来灌溉的地方更大。青阳碑的灌溉职能已尘封在碑记当中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坝头村修建一座溪头坝，来接替青阳碑的灌溉职能。水是按九溪上流，叫做人称梅溪，中下流这个窄这个溪头边是设置一搭，就是灌溉，叫进洞平原。梅溪在灌溉磁灶田野的同时，不远处的磁灶窑也在享受着梅溪的滋养。2021年，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磁灶窑址、金交椅山窑址位列22处遗产点当中。截至目前，在磁灶一共发现了26处窑址。众所周知，陶瓷生产需要大量的水源，那这水源从何而来？根据窑址分布的位置，其实不难得出结论。就是说陶瓷生产了，那有了瓷土，有了染料，还要对这个瓷土进行炼泥，所以是沉淀，所以就需要水，所以呢选择呢就在有水的地方。梅溪从磁灶穿井而过，当时的窑址呢就都选择在这个梅溪的两岸，沿着山坡啊来建。在26处窑址当中，历史最早的是南朝的溪口山窑址，这处窑址的发现揭示了泉州陶瓷生产的历史脉络。
西口山其实呢就是梅溪还有跟另外一条支流河就交汇的地方，叫双溪口。那双溪口的这个地方，当时呢最早窑址生产呢就选择在这个地方。在永春的苦寨坑窑址发现以前呢，就有一个理论说泉州陶瓷的生产是从沿海走向内地的，啊，这所以这个窑址的发现非常重要。那它可以见证了就是泉州港啊的开始的发展，应该始于南朝。充沛的水源为瓷造陶瓷的量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，也被唤作海上陶瓷之路。那么作为对外交流中重要角色的瓷造陶瓷，又是如何从这山沟沟走向辽阔的海洋的呢？瓷造窑选择在梅溪两岸来建窑啊，首先一个很重要，就看重它的这个作为水上交通的这个功能，借助梅溪的水上通道，用船来运输陶瓷，比你用一个马驴来拉车或者人的肩挑手提啊，要能够运输的量要大。第二呢，水上运输比较平稳，所以呢这个陶瓷啊更不容易被摔坏。还有呢，它可以直达到码头，就可以转运到大的远洋货船上，可以无缝的衔接。所以呢瓷造窑的外销商品呢都是通过梅溪运到了泉州港，也是瓷造窑降低成本提升呢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。在瓷造梅岑溪、彭溪、前坡溪等主要支流汇入梅溪，使得它水量变得更大，河道变得更宽，因此梅溪被誉为瓷造陶瓷运往泉州港的水上黄金通道。凡有99水聚汇于青阳碑，经大桥出溜石六斗门，隋朝入晋江，晋江县志的这段记载就描绘出了它的运输路径。梅溪它是整个宋元时期泉州水路交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其实梅溪这条通道的便捷性也推动了瓷造窑陶瓷呢的大量的外销，那也促进了整个泉州港的兴盛呢，也起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虽然梅溪现在已经卸下了内河航运的职能，但是在梅溪吴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，记载着梅溪曾经的繁荣。其中的下联写道：“五物十八曲，地灵人杰，遍千秋。”说的是瓷造境内曾有五个船坞，十八曲则描述了梅溪蜿蜒曲折的形态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就在凌半坞。啊，凌半坞前面这个地方就是凌半大桥，这个五十八区的其中的五屋最主要的港口出处的，这是一凌半，凌半这个屋，这些主要瓷造的大宗陶瓷生产基地，主要是居住在这个梅溪凌半屋的这个两边。船只往来于梅溪之上的盛景，描绘的并不仅仅是瓷造陶瓷的外销。在吴胜利的记忆里，那些西船也常常是满载而归，大概吨位都是10几吨到20吨左右的。但是从这个大宗的陶瓷运到流失出港到泉州码头，正常卸货之后，有带着所有的生产物资，包括生活物资，从泉州港运到瓷造区域这边，供给这边的陶瓷生产或者是生活物资双向对流的。曾经的晋江不仅是东方第一大港的所在地，而且沿海有18渡头，境内还有一些大大小小可供航运的内河溪流，四通八达，航运繁荣。梅溪作为一条重要的内河航道，
对促进晋江经济繁荣、物资交流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不过，那一溪宽阔的河道对于两岸百姓来说却是一个阻碍。这时候建一座沟通两岸的桥梁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这座煤溪桥是当时的明朝的景泰年间，由我们的吴世公吴虎和他的哥哥狄斋共同修建的。这座煤溪桥也就现在的磁灶桥。修建这座大桥完了以后呢，他哥哥呢又主持了下面的那个下板桥，也就现在的岭半桥跟下造的这个白山桥的这个建设。桥建完了以后，方便了周围的这个秦洞的出入，跟这个工农业，特别是陶瓷的生产跟农业生产都带来一个很大的作用。吴父生于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，在江苏溧水县任县令的27年间为官清正，深得百姓爱戴。商贸繁荣促进文化兴盛，在这条文化带历史上出过多位名人，如广州吴川知县吴孟敖、大慈善家李武、人民音乐家李焕之等等。在吴康维的记忆里，小时候学艺的陶瓷工坊就建在煤溪边上，推开窗就能见到清澈见底的溪流，房屋依水而建，把江南水乡的景致和闽南红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对在中北二家这一回搭配，我的给我一日一先给我拖，叫来一半叫来两三米前跳了，擦擦了，也有贴。抓了一堆铁头的鱼啊，会冰凉啊，跟着水上也是。潺潺梅溪，虽然它的职能已经大不如前，但是那些美好的过去却不会因为沧海桑田而褪色。无论是当地的百姓，或是更久远的宋元窑工、运货的船夫，甚至海外的买家，都在不同时空里与这条溪流产生过交集。在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，正是因为有了像梅溪这样的内河航道，让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，助力泉州从隋唐的边缘之地一跃成为宋元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。宋元时期，泉州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，那运输网络可是相当发达，体现了海陆复合的强大运输实力。既有像梅溪、99溪这样的内河航运，安平桥、顺济桥、海岸长桥这样的跨海长桥，也有像安海港、福泉港、深沪港此类的商贸港口，还有江头码头、石湖码头等用来停泊船只的码头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御赐桥、迎边大桥等这样的官道，以及白塔、虎啸塔、姑嫂塔等用来指引航船的航标塔。帮我查一下纽约下周的天气。下周纽约天气就转凉了，要注意保暖。帮我查一下美元的汇率。福建广电网络 AI 智能语音遥控器，大屏一键掌控，更听你话，更懂你心。